辣椒，不能吃辣。要点是吧？啊，要点。啥蒜？要蒜。再放点蒜吧，能吃蒜。嗯，好，可以。这隔壁真的是个小厨。全郑州晚上最热闹的一块地方是哪儿啊？我感觉肯定是新郑宝祥寺这一块，夜生活太热闹了。你看这串串香的好几家都不知道吃哪一家了。这是第一家，到一家我也想闻，看哪个最香。这是第二家，第三家，我感觉都挺香的。叔叔阿姨，叔阿姨，爷爷给我拿个，我带走。这都咋卖的呀？都是一块吗？有的串两个签儿，这两块。啊，要一串这个，要个这里边泡泡。哎呀，我有三只妇女症，咋办呢？呀，这里还有条油条，这也是一块吗？哎，一块，这么大，太实在了。青油条要不要？哦，不要油条，有青菜之类的吗？都有啥啊？娃娃菜。要个土豆，土豆那里有没有？那没有。要个土豆，嗯。还有金针菇。那这晚上几点能回去了？四点。四点？凌晨四点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好。五鸡片可以吧？要尝尝吧，没吃过。好了，都要什么走吧？那这几点出来了呀？都。俺是五点半。五点半，然后凌晨四点回去。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太辛苦了。咦，还辛苦啊？这都要吧？都要。好。香菜。还有山豆角。啊。芝麻酱多放点，多。准备芝麻酱拿来。你看这个一都两九五的口味儿。给你上来再拿。多。九。好。哇，这一碗太多了，看看这么多。这个他这个碗好大呀，这么一碗十九，郑州市区见过这么实在的这一个面筋吗？一块钱一个，太实在了。啊，这个味儿特别好吃，完了再要一个面筋了。这个面筋，哇，吸饱了汤汁儿，在嘴里爆开了。西兰花，不是，兰花梗儿。吃这个串串麻辣烫一定要点这个兰花梗儿和这个面筋。哇，这个汤汁儿一泡，